在比赛有遇到月经来的时候，但是我不会害怕，因为我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。最后的最深层的精神还是无所畏惧这个概念，所以希望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推动，打破框架，让更好的我明天见。然后让孩子上厕所就跟拿卫生纸一样自然。来就来，无所谓。来就来，无所谓。